次有没有来过七股？没有，没有吗？那你对七股有什么印象呢？西湖有没有什么印象？没有什么印象吗？那什么样的地形叫西湖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住哪里？高雄哪里？高雄市的哈，我对西湖还没印象，真是的。我们知道，其实我们台湾呐，西湖地形相当的多，尤其在我们西海岸。七股乡沿海的滨南工业区开发案，由于地方渔民以及保育团体的坚决抗争，而使得工业区暂缓兴建，换得六年来这一带暂时的平静。哦，咱的下面这个海波新生地，哦，咱这个所在海波新生地哦，哦，咱这个海波新生地范围是足宽吼，范围足宽，咱到海边比如的所在，咱这拢顺千平煞的油啦，哦，咱这个拢千平煞的油啦。然而，让渔民们想象不到的是，当年为了让外地人体会七股湿地之美，支持他们的反对行动，突发奇想而开始的做竹筏游西湖之旅，竟然会延续到今天，并且成为七股西湖生态旅游的滥觞。
越久咬嘛。你说你好不好吃，好不好吃啊？我掉泪了，你说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啊？哎，传，你哦也在传呐，后边人要吃吼，人，你袂使过恁家己吃哦，自己煮不行哦哈。出来到旁边，我讲话都觉得很少。哦，卤煮哈，煮一看啊，蛮过劲哈。有没有安静一点哦？不要干扰太大，如果干扰太大的话，就不让我们看，那就飞了。真的，人尽量不要太大声。这老猪，你看老猪对谁？你去找老猪去啊！船长蔡田生说，今年来的鸬鹚比往年多了很多，问他为什么，他也不清楚。不过在这块海上每天往返了数十年，今年这种景象是一生难得的机会，这一趟一定要绕到内海的这一边，让这些小孩子看一看。一个叫做曼苗，那一个叫做乌鱼。台湾的矽湖主要分布在北港溪口到曾文溪口一带的滩外浅海之中。随着渔温的开发利用、港口的辟建以及湿地自然演化等因素，目前矽湖形态上称良好的只剩下七股而已。等一下，你们地上看到这个没有？是一颗一颗一颗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它的大便？它的大便不对，这个叫做拟粪，模拟的拟粪便的粪。你看，叫龟泽远的，这个是它摄食吐出来的，应该嘴巴圆圆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到远，这个是比较不规则。欸，有哎，是不？比较不规则，比较不规则，是要推土推出来的，欸，又不大一样哦。那洞的大小就是螃蟹的大小。长，越大越大只。也别太多，不新鲜。体型很小，鸟类啊，大型蟹类都是它。那它们有一个特性，就是说它们会整齐出来。螃蟹、小螃蟹或是三角形的。腹部卷的是什么？母的。那腹部尖的是什么？公的。公的，对。可是这只螃蟹可以从它的特殊构造这个这对角下去看，通常的母的就只能长这短短的，就是鲶鱼只长它的脚不会长长。
可是呢，公的话会随着年纪跟它们长长，所以说这对角可以看公母，那也可以看它的就是公的年龄。那如果说角越长的话，代表它的年龄越那个越长，食物来源。这我先请走吧。哦哇，加几个？我好了，二点，所以又有一个，你加了，加了没？也看了，前面也照呀，我这没几坑啊，五十掉了。加了，眼镜你小力一点。哎呀，虐待动物。你因为现在也收不走了，你看完成这样已经收不走了。那你再，我们再给他五分钟这一碗，然后我们再带过去。对，我们再带过去。停船靠岸的王阿寮沙洲是屏障乃嗨亚，也就是七股细湖的重要沙洲，湿地环境到目前还算良好，因此成为游客们的必经之地。我们人类带来的机会，那其实啊，我没有当下一个这种人，不要对不对？其实啊，我觉得自己带来的垃圾就是自己带回去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看把这环境破坏的这么严重，那是不是到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等一下呢，你没有身上有任何的垃圾，一定要自己带回去，不要丢在这里。临近没有工业区，人口密度也低，这片海口才能如此的纯净。在台湾经济奇迹时期被遗忘的角落，似乎因祸得福，逃过了一场劫数。槟南工业区的设立与否仍是未定数，但是守护细湖的行动将会持续下去。台湾西海岸，我存这块上好的呀，鱼话无遮好吼，啊，所以讲来保持这块礁，莫讲这些污染的，予咱台湾人地地囝儿孙啊，来这个所在欣赏观光，这个礁，这个内海遮尼水，这都叫台江内海，予鱼也上好食。所以讲吼，咱莫去予破坏，所以讲抗议到这已经六七年啊，我即摆换观众可能袂啦，袂是会袂，那个唔知啊。用一个将近2000亿投资金额的槟南工业区开发案，换一个可以抓螃蟹、生吃鲜蚵的海洋，到底是值得不值得？如果问小孩子这么深奥的问题，他们一定不懂；如果问大人这么深奥的问题，他们一定懂，也说不定不懂。